该如何拥有更多意志力？我们可以将意志力想象成一颗电池，这个电池在我们今天选择吃高纤的原型食物，而不是可口的培根乳酪汉堡时消耗了一点，也在你选择按耐住脾气，聆听大儿子的抱怨，而不是开口叫他闭嘴时又消耗了一点。而这一些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损耗，到了晚上，不，有时候可能吃到了中午，我们的电池就见底了。于是你对那些净说些风凉话的上司翻白眼，也放弃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的瘦身行程，抵挡不住高糖高油脂的晚餐，刻了早上不敢刻的成长礼包，滴滴答答，日月如梭。后来我们离自己年初所设下的目标越来越远，到了这边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疑问，我们的意志力到底又跑哪里去了？我是不是人类当中特别没有意志力的那个呢？关于这个答案有好坏各一的回答，先说到坏消息。就意志力而言，真的是有些人可以发挥的比较多，而有些人就是比较少。但好消息是，以上这种差别并不是因为天生上的差异，大部分的情况来讲，这个差异来自于你的状态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从方法中来一探究竟。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工具，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又难以做到的方式，躺下来好好睡一觉。让我从大脑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或者决定都是由两个自我所讨论出来的结果，其中一个自我我们姑且称之它为本能的自我，它对于追求繁衍、食物、人际关系会毫无悬念的痴狂。另外一个自我我们称之它为懂规划的自我，这个自我沉着冷静、谨慎思考，下决定之前最喜欢问，这有助于长期利益吗？我们用个状况来描绘两个自我的拉扯。当我们今天在抉择要在下班之后回家参加远距的简报课程，还是我应该跟哥们去居酒屋喝个畅快呢？本人的自我一定会选择后者，因为在那边不仅有满满的热量，而且还有机会建立更深层的人际关系。但懂规划的自我，它是个冷静到有点无聊的自我，它会思考你的 BMI， 考虑你的时间分配，估量你的技能发展。那到最后到底谁会获胜呢？这得看双方的弹药供给。我们先说到本能的自我，它是官方承认的 OP 角色，因为生物对于繁衍食物就是有根深蒂固的渴求，所以它的弹药从来不匮乏。反观懂规划的自我就比较惨了，它像是一座长期被忽视的营区，弹药数量屈指可数，于是它只能够向人体调用资源，而这个资源的少或多就跟睡眠息息相关。当一个人睡眠不足时，体内细胞从血液当中获得葡萄糖的能力会降低，也就代表我们能够从食物里获得的能量会减少，能提供给懂规划的自我的弹药就会不足。那除了睡眠不足之外，压力常常也是意志力的克星。回想一下，上一次你才在死线上赶报告，同事问你午餐要点什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更容易点上那些好吃但不那么营养的餐盒？我得老实讲，会这么做其实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人类在面对压力时，大脑会更看重眼前的利益，而不是半年之后我的体脂肪，于是我们会更偏好满足当下。在这边给个小结，大脑中追求长期利益的自我，常常就是你想追求更多意志力的原因。所以为了提供给这个自我更多弹药，我们应该让自己尽量睡饱一点。我知道这并不容易，毕竟亚洲职场里普遍都有加班文化，或者你正忙着照顾刚出世不久的孩子。但没关系，如果你能在周末进行完整的睡眠，或者在日间找到空隙进行补眠的话，都能有助于弹药的累积。接着我们讲到第二个工具，别管做得好不好的冥想练习。你曾经尝试过冥想吗？比较常见的冥想形式就是坐在椅子上或者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挺直腰杆，然后去注意我们的呼吸。当你吸气时，去感受空气进入鼻腔的感觉，呼气时感受胸腔将空气推出来的过程。一开始的时间不用拉得太长，先用手机倒数计时5分钟就可以了。不消多久你就会发现这个5分钟根本度秒如年，你可能会一直想去看时间还剩多久，你也可能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专心在呼吸上，你试着抓回注意力但又不小心给飘走了。许多人呢就在这样子的挫折当中放弃了练习冥想，但意志力方面的专家凯莉却说，其实冥想做得不好正是练习冥想的价值。简单来讲，做得不好就代表这项练习的目的可能正是你最需要的，而且冥想练习的重点并非在练习的当下，而是练习之外的时间。我来说明一下，假设我们现在正想要戒除纠缠多年的购物欲，因为在过去每当我们心烦意乱或者压力巨大时，大脑立刻会传来一声，嘿，舒压天才，快走进商品柜前采购，你就能够从消费中获得大量满足。于是你走进百货公司、超市内，解放坏心情，就在月底时看着卡费按下分期付账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你还记得刚才提到的压力容易让人臣服于眼前的利益吗？于是坏心情、消费、累积压力、看重眼前利益的过度消费，这种循环就此出现。
那如果我们今天选择练习冥想，我们就有机会去练习捕捉到那些要我们使坏的声音，并让这些声音像是流过眼前的溪流般慢慢的飘走。我们做个类比，冥想时专注于呼吸，至于你想在卖场前控制自己的购物欲，而搜寻你走进卖场的声音，至于那些在冥想时干扰你的片段。当下一次你又听到了那些鼓励你用消费来纾压的声音时，我们就能够将在冥想时学到的专注技巧用在这个时候了。那除了冥想之外，还有两个小技巧能够补充。第一个是在生活当中刻意设定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行为。我讲几个专家提供的建议，他们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来开门，或者刻意不说哦或嗯。这些刻意行为固然会消耗掉一部分的意志力，但他们却可以提供提醒的效果。假设我们现在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善于聆听的人，因为这件事情非常日常，所以即便这是你的目标，你也可能常常遗忘。于是当我们每次开门就得用另外一只手时，我们就能够借此机会提醒自己，你有将你的意志力用在你想改善的行为上吗？另外一个技巧则是运动，但不像你所想象的那种穿起跑鞋跑到大汗淋漓的场景，可能只是你跑到阳台去整理一下园艺，或者带着你家的柴犬去四号公园逛一下，甚至你可能只是挑了三首歌，并在播完之前在你家附近散个步。以上这些都是在运动的范畴里，因为当我们今天放下日常的琐碎事物去活动身体时，我们的基础心率变异度就会提高。这个数值代表的就是你每一次心跳跟下一次心跳之间的时间差，如果这个时间差变化性比较高，那就代表你的心率变异度高。而专门研究意志力的专家发现，当我们的心率变异度比较高时，人们不论在做任何事情都更能发挥意志力。而在这边我想补充一下自己体验之后的感觉，我在测试之后发现，其实不光是心率变异度的差异，而是我们能够离开座位去走走时，就多了停下来思考某些决策的机会，也就表示我们就比较容易将一些长期利益考量进来。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工具，它叫做减少可变性。人们常说有一就有二，这句话在面对诱惑时特别准。例如戒酒的人可能会说服自己，拜托今天是姐妹的生日，喝点酒就是例外好不好。或者是一个决定不再背着女友劈腿的男性，他们也会对着自己说，我对这个女性根本没有这种感觉，这次吃饭只是朋友聚餐罢了。后来呢，许许多多的计划都输给了这些例外，而这个工具就是为此而生的。当下一次你想破例时，就把这个新行程安排进这个月的每一天。例如你今天感觉到压力大，想点上一根烟水，请用可爱的香烟图示画满你的六月行事历。或者当你想偷懒不去今晚的健身房，而是选择回家看怪奇物语时，本月的行事历也要照此安排。这工具的设计听上去好像有点违反直觉，怎么是让破例的人又有借口能够开心一整个月呢？其实这项工具是想让当事人意识到，别小看破例一次的影响，于是透过这个方式让他明白，如果因为这次破例又让生活回到原点时，那种生活是我想要的吗？甚至更深一层的，当初我决定戒烟摆脱掉坏习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是 Vincent， 播客来五分钟阅读计划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